我们要向三体人发射一个探测器，我们要送一个人去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我们只送大脑。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在三体人面前，除了我们的思想。 对于三体人来说，它是如此的美丽，如此的令人费解。我相信，三体人一定不会拒绝它的。